所有的国民党党员呢，应该要动员起来。可以说，国民党的政策从自古以来，我们的政策都是方针都是正确的。我们领导全民，我们用我们真心真诚拼战的力量在领导台湾。对国民党呢，一直把我们老百姓的利益呢放在第一优先。我们想把台湾带领到另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境界。我们想把台湾的人民过着很好的生活，这是我们国民党一向的这个方针与政策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大家一起来挺洪秀柱，把洪秀柱呢，我们刚也看了，他也是细汉真艰苦的家庭出身的，所以伊今仔会当为咱国民党做代志，我相信是真好的一件，哦。所以咱永远把人家支持洪秀柱，你讲好不好？好。OK， 那有恁这句话，安尼咱台湾就行了，好，谢谢。好。OK， 那有恁这句话，安尼咱台湾就行了，好，谢谢。